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全台有百万信徒的苗栗白沙屯拱天宫妈祖，在岁末年中有信徒免费发送妈祖的月历和年历，吸引好多人前往领取，长长人龙大约排了800公尺。而来自彰化的林先生为了抢头香，前一天上午10点就跑去排队。细雨绵绵，民众穿雨衣、撑雨伞来排队，队伍有多长？用特效快动作乱一遍，从白沙屯电仔街百年古厝开始，沿着巷弄一个转角又一个转角，远望过去都是人，绵延大约800公尺，就是为了抢先拿到白沙屯妈祖年历和月历。借这个机会来跟妈祖聊聊天，这样子的。哦，那所以那个礼物不重要。蛮重要的。排在第一位的林先生，前一天上午10点就从彰化来到通宵排队，等了一天一夜，总算得偿所愿。还有人带小朋友来，累了孩子去车上睡，妈妈继续排队奋战。哦，小孩子在车上睡，如果很热呢？岁末年终，有信徒发愿帮妈祖免费送年月历，活动已经迈入第15年。今年年月历各5000份，因为前100名还能获得限量妈祖圣像海报，因此一大早吸引不少民众排队领取。特别制赠的一个白沙屯妈祖的非常庄严的一个圣像。每个排队的民众至少都能领取2份以上的年历，领完后再到庙里拜拜。回头再看看这排队人龙，信众说求平安，辛苦也值得。记者张新杰，庙里报道。